然后那会儿我舅舅带我去北海颐和园，嗯，那会儿舅还没结婚呢，啊，天天带着我出，带我和我弟，嗯，我们出去玩那会儿也是。然后上一讲说旅行，可能再往前真的涉及到旅行啊，我觉得真的我可能得20年了。这个2001年我爸带我去的这个云南玩，就是国庆长假嘛，我刚上初一，我记得特清楚。嗯，这个我们学校开运动会，开运动会，我差点把那个飞机给误了。哦，啊，去云南玩，完了那个。后来还去越南走了一圈，哦，啊，也挺好玩的。对，当时就算出国了，出国玩更那啥了，啊，更那啥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照片挺多的，就是那会儿我爸老可能老带我出去玩。那其实这就跟条件不一样，你看你小时候照片肯定是彩色的，嗯，对。我小时候那时候说的都是黑白的，没有彩色的，就差出这7、8年了，差挺多的。那会儿上那动物园，嗯，猴山，上动物园骑那个布的那个狮子，老虎，狮虎山门口那个啊，对，那跪着呢。那时候说实话，能上那骑一个，那也是家里条件好的。我都没骑过那个。你小名叫什么呀？你妈？晶晶。哦，叫晶晶哦。对。为什么？我就叫欣欣。为什么叫晶晶啊？就北京生的那意思？不是，这个我大姨做了一梦。哦。她梦见她一老师，然后推着车，哦，然后拉了一车西瓜。好，哦。然后后来呢？精心的西瓜。然后后来后来那个大姨呢，就跟老师这梦里头就聊天，就说您干嘛去了？说我刚打庞各庄回来。啊，拉了一这西瓜叫京新一号，啊，叫京新一号。对，那时候都是京新一号。后来呢，那个我大爷就说：“哎，说你妹不是那个快生了吗？说把这西瓜给你妹拿回去。”啊，然后后来那个我大姨就梦里头就把这西瓜拿过来了，拿过来也不怎么就变成一小孩了。然后这小孩就是那梦里的那意思就是那西瓜就是我。啊，完了，后来我们大爷说：“嘿，这是西瓜变的，这是。”然后叫京新一号，叫京京吧。你看，啊，他叫京京，我叫欣欣。哎，京新一号，啊，倒是挺好。嗯。其实我们应该整理一个我们台上的舞台事故的合集。哎，真的是，这有的时候说特顺。不是这个，你看这，你说就这，我说就是那些大神再能那儿，也没有哪个能剪这个东西。而且他能听出来，对，他能听出来，而且有的小结果小错误，这他得知道，就是他为什么得会剪啊？你得先把正确给大伙放一遍，对，而你找这两个人正确的版本放，然后再去放他们俩错的呀。哎，有什么运动爱好？其实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没有。共同爱好，我觉得饮食上吧，饮食上他们俩的共同爱好态度就是粽子、粘食、炸糕，哦，就这种，对，这是他们俩都爱吃的。对对对，但好像他们吃爱吃甜的，吃炒菜什么的，倒不是火锅辣，是吗？俩人都爱吃辣，但我这两天好像我感觉不出来师傅爱吃什么。就现在师傅就是也没有不爱特爱吃跟不爱吃，反正爱吃点儿，这主要吃饭是点自己顺口的啊。你什么山珍海味他肯定不爱吃，你要给人买点什么包子呀， 啊给人买点什么羊杂啊，其实都爱吃小零嘴的，你发现吗？爱吃小零嘴玩的呀。其实我师傅就没有什么太玩，其实我就这，我觉得师傅这方面那个这个基因就是传得特别好，就郭平阳也是爱吃这甜的黏的。啊，是吗？现在对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俩人玩的没有什么，我师傅其实咱们先生真没有什么太大的，除了业务之外的嗜好，不像于老师没有，他这点心思全在业务上。但师傅可能就是我说的是占，你可能说的是占比，但师傅也文玩呀，
也有很多、好的一些文玩的爱好啊，这个啊，对文玩爱好不、比不过对戏曲、对戏曲啊这些服装服饰的爱好。对，肯定是冲浪啊，不冲浪。我觉得大伙都应该会投冲浪，就是冲浪，没玩过。嗯，手挽着手。还真没有，以前这么玩可没有，这么耍开了。得加咱烤串什么算吗？那不算，算就算聊天啊。参与度这么高的玩好像还真是没有吧，没有。我现在最印象最深的时候，我爸我妈带我去颐和园。哦，那时候特流行穿一身警察的衣裳。对，有一大盖帽，大盖帽，还拿一小警棍。对，那会儿老戴，我也是戴一可赛帽。哦，对，谁有一可赛，那更洋气了。我爸我妈就带我去游乐园，石景山游乐园，这小时候老去的，对，买鸡肉串、羊肉串吃。有，那玩完以后去趟麦当劳是吧？吃麦当劳，对，哇，这一天好，过节了。我可能更愿意如果有计划跟我父亲坐下来聊一聊，比如说他年轻时候最爱去的地方，或者他对他来说印象很深的地方，我开车然后我来负责一切东西，让他带我去重游一下他当年想去的地方。哎，我觉得脑哥这个想法跟我一样，我爸也特别喜欢这个车嘛、然后就是你想买一个什么车咱买一个什么车，您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两年感觉最温柔的就是一见着师傅要么就是问我，看见我儿子了吗？啊，因为我们确实老见不着。再有就是拿起手机来问大林，就是儿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师傅什么时候回家？就这两句说的非常多。你要其实你细琢磨，每次不是这两句，不是那句就这句。还真是，最近见着大林了吗？对，最近你们这出去喝了吗？对，就是师傅还觉得那种感觉，就是其实我也挺想跟你们一块去的那种感觉哈，就是要不你们回家喝嘞，对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师傅哪怕不跟我们一块喝，师傅在书房一会儿一回来一看见我们跟那儿呢，就是师傅也会啊，你们玩吧，我上楼了。其实他也不会真的说参与进来，但其实他就想看一眼，然后他心里特踏实，感觉啊，他就很享受这个。可能师傅现在年龄慢慢增长，对，然后也好像很享受这些东西。师傅这点挺像我们师爷黄耀文先生，就是越到年龄越大越像小孩。对，回家呀、对，越天真。什么时候来啊？这有时候感觉就挺像咱们父母的，老小孩小孩嘛，到一定年龄就像孩子了。然后我们感觉就是原先是他哄着我们，现在就该我们哄着他了，这是最大的感受。我有这个是吧？哦，这跟父母旅游，哎，我很惭愧，就是很多年自己工作挣钱以后没有跟爸妈出去玩过。然后我最近在看房车，我想买个房车带父母到全国走一圈，这是我的最近的一个想法。挺好，对，带爸妈。觉得这种想法一定要趁早，哥，一定要趁早。是啊，我就是说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不会有他们特喜欢。就那个秋千那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俩就不会玩的。你要说他们看着玩，我觉得就那皮划艇吧。那可以啊，那个那秋千他们不可能玩的。对，皮划艇可能是最喜欢，其他的。就不搞好，不好说。那冲浪，冲浪，你让我师傅要站在板上啊，来冲浪，这节目火了，我跟你说。好吧，当时怎么玩儿？那个是，那就是往上一蹦吧，我觉得就是。那不能太让我们先生那么折腾，也奔五十了。你让他去冲浪。奔五十啊？就是奔五十了嘛。马上就五十。对呀、就奔五十了。海滩上那俩箱啊，那可以啊，弄点休闲游那感觉似的啊，支个帐篷，啊，弄个起点水，喝点聊聊天什么的。哦，对，这个行，那可以啊，或者房车里头是吧？对，冲浪那好嘛那，我也憋着那个呢，我看你们，哎，是他们队的吧？那是他们队的项目。
我看他们怎么能让师傅玩这个。哎，不是，师傅先选。哦，他们给动员，他们得动员师傅。不是，如果咱们那个项目，咱这项目我师傅不喜欢的话，嗯，哎，不，自动他们去那个项目。哦。下一个环节我觉得开始是玩一些智商智力方面的，那我这方面用上就是也不是咱强项，对，也不是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智商上有信心吗？智商上应该我们能给他智商了，对，你智商了，对，嗯。哎呦，哎，这看你都是什么什么小羊，这边的羊肉汤也好。这边羊为什么好啊？这边有浙江有吃羊。咱是不是都是羊好的地儿啊？就其实全国哪儿吃羊都有习俗啊、嗯，尤其上海、浙江这边，这边羊肉也很有名。羊肉汤，哎，我爱吃羊肉。别看我姓羊，但是我也爱吃羊。是，别看我叫贺翔，我也爱吃羊。别看他叫贺翔，但是他也爱喝。翔就是羊，是吗？好像真是。是吧，祥字嘛，一个市母边这边一个羊、嗯、把羊放在供台上啊、嗯、就是吉祥作为贡品啊，